我甲每查某囡仔讲，你真正要娶伊吼？啊，讲你若要娶伊，讲我要救他。你听我，我要救他，爱他也要怎样救他，所以我必须要舍己。哦，我听着有够伟大啦吼！伊为你后边救这个人，因为伊啊，自卫村一个人啦，村一个人嘛，啊，所以伊拢无亲戚五十嘛，你看村一个什么人，拢无亲戚，伊爸爸妈妈死，小弟也死，啊，所以村里一个人。啊，一讲我甲自卫讲，你是啥物嫁伊嘛？讲是，伊拢无亲戚，干，拢无人爱伊，干他只个爱尔，所以伊变啦，伊要嫁伊啦吼，伊要嫁人。OK， 所以我有跟你婚姻协谈，听罔去听啦，婚姻协谈拢无人去听，你知吼？讲是罔讲，总是结婚了无偌久吼，你就知影问题来啊！啊，就敲电话，两个人拢定啦，因翁拢定乌青结婚啦，你听有吼？因翁拢定乌青结婚，啊！了，我问因翁讲，你敢挡会条？伊讲更加歹的、更加艰苦的路嘛，安那？爱行落，哦，我才发现讲，这真正有牺牲，这真正有背起救赎的十字架，你知吼？你讲有伟大无？生命有没有成长？你看最近啊，我看因两个人哦，在阮小组是非常的相爱啊，非常的相爱哦，迄个甜蜜吼，是你说不出的迄个浓稠啦吼。啊，我定过去拢看因翁在小组时，我那伫看人夫妇在做伙吼，我拢足爱看人目色。你注意，这是家己，跟你分享啊。普通拢是。太太在看头家，有无哈？你讲话时候，你注意看所有动作先呢。结婚前是先那个男朋友看女朋友，结婚后是太太看什么？看先生。你讲话时啊，不你问啊，有人是颠倒病，是四姐是颠倒病。四姐你讲话的时候看他太太，安尼啦吼。你知影你知影什么意思吗？来，请问这弟兄，你哪里讲话拢看你太太，请举手。嗯，你讲淡薄比啊，有无哈？拢这边的人较济嘛，啊！请问太太，你伫讲话时拢看恁头家的人请举手？未歹哦吼，咱教会较正常。好来，啊！最近伊个，我感觉这个囡仔在改变，他真的在改变，他在突破，他生命在成长，总是嘛是还可以安怎？也无法度完全，他也没有办法完全。节目期间，我写一个发一个 APP 哦，爸，我跟人打架，你跟人相拍啦，你老阿跟人相拍，我讲哦，你拜托你莫讲你基督徒，你知吼？我发现他生命在成长，兄弟姊妹，成长不是一声就会怎完全，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一个人来个教会，你莫看到人是完全。你也看到人是什么，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有软弱，我们有败坏，我们有试炼，所以请你嘛看到我的时候，莫定甲我偷对，你知影吼？有兄弟姊妹拢会偷对我，叫我搁甲建志讲一解，莫定伫我后壁靠我讲，牧师，我看到你的车，你超车，你玩手机，总是我了解这个事，我们必须要从一个很小的概念长到像一棵树。容许魔鬼撒旦来试炼我们，我们这个树容许鸟住在我们身上来吃我们，我们愿意牺牲，我们愿意舍下自己，我们愿意背起救赎的责任。各一行，不是这样，我真不忙在你的生命中间，那个上帝的概念是像加分这样，不断让米粉一直发起来，就是你说你有影响力，你有一个小小的家，会让我一个米粉怎样发一团起来，那是什么？一个影响的能力，米粉甲咖结做伙了，迄个米粉就会发起来，找袂到咖。上帝讲入去甲你个内面是，假设你上，假设你个本身，你假设一个真有影响力的人，对我讲一个，我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，啊，再大声说，我是个有影响力的人。每一个动作，你都爱有影响力，每一个说话，你都要什么？有爱的影响力。这礼拜拜五，中昼我今日记得锁了后，我伫甲两个人甲一个兄弟谈到，啊谈了后，忽然间我要出外，看到我阿嫂怎走入来，伊叫伊个新妇开车
啊，为西丽所在啊，塞来个家来看伊查某查某囝，啊嘛甚至摕伊所住的孙仔来互我食，已经煮熟，啊个冰好，啊个放马铃薯摕来互我。当我接到迄个物件时，我有一个足深足深的感触。即、這个阿嫂，伊毋是基督徒，总是来到我厝了后，甲来嫁我了，成做一个真好的基督徒，真有贴心的基督徒。阮真该有机会三月份，伊去美国甲阮三个大，伊才开始搁咧回想我囡仔的时阵，读到了高中的时，伊逐天为着我煮饭，逐天都摕便当去甲学校互我食。伊会记得讲我所有衫裤拢伊洗，你知？无钱的时候，伊拢会压钱给我，我那时候压钱给我，这款的习惯哦，甲即马还是同款。我已经六十岁啊，吼，我已经六十三岁，我那时候已经六十五啊，甲即马还是同款，你知吼？啊，还是同款，像那呢？我前囡仔吼，啊，伊若拄着我，我二十岁就分财产。因等伊去西丽啊，伫做生意，等我去甲西丽时，我阿嫂钱就甲落在底，落在我底下底，阿公阿叔歹势啦，伊讲无要紧，你若来我就生你无钱啊。所以呢，我即马来西丽了后呢，我就去桥头外去甲德山的所在，我德山阿叔看到我去到安那，嘛是去摕一包甲落在我的底下底着吼。我阿叔足歹势啦，伊讲阿平我知影，你细汉就是拢啊无钱就拢找阿叔嘛，你知吼？啊，你好，三色摕了倒转来拢转来二色只对无吼？所以我一届拢会桥头外一两个月拢会顺一届啦，你知？一定会叫我听啦吼，听到今天吼，我都深深记住这一些的嫂嫂们就是这么爱我，所以我会记得我二世过亲的时候，我是靠个吼，唔知边个讲啦吼，啊，我拢足烦恼，这个三世甲四世有一间个离开我，我才感觉因在听伫我的身躯顶，他们爱的影响力就在我的生命的里头，因是一个真普通的人，一个普通、真普通、真普通的生意人，总是因在听着伫我的身躯顶。我就想讲，伊遮疼我，啊，我变来疼人，所以一天呢，伊给我一孙啊，我随时就甲我所有足好的朋友分享。我甲讲，即个阿嫂塞一百外公里摕来给我食，你知影吼？因伫食的时拢讲，每食一嘴拢讲，哦，哈利路亚，啊，耶稣要爱嫂嫂。你要相信，一个小小的爱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力。Amen。你要把神的爱活出来，你会发现这个世代是不一样的。因为你上帝国会在地面上不断地摊开，因为你这个社会会很大的改变。最后说不要一直看重自己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收掉，不是活在世间，用世间的观念来过世间的生活，我们是活在世间，收掉要过上帝国的生活，让上帝的疼，让上帝的慈悲在你面前生命中发生，唔忙食诶，听主笔里面伫内面，因为假设你诶画面会大，你也后有影响力。我相信这个世代会因为你得到祝福，会因为你来得到稳定。Amen。所以对我讲一句，我是个有影响力的人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求你跟我三个同在。现在不让你亲亲呼叫耶稣，跟耶稣说，耶稣你在我的里面，我活在上帝国的里面，我要将上帝国的概念活出来，在我的里面有耶稣，有耶稣的话，有上帝国的概念，不让这些都可以中台，唔忙遮，真做我的生活，真做有影响力。主，我相信，我是平凡的人，总是我踮伫上帝国的内底，我要真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，真做一个改变世代的人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，这时阵我要奉献，也求你祝福我，和我的奉献，真做胖胖的坐伫在你的接纳。我来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但是现在你如果第一次来到教会，请你不用挂意这个奉献，你如果第一次来到教会，请你不用挂意这个奉献。